防御率7.58，去年1胜5败，防御率5.13。这一棒，邓志伟打反方向，左眼方向，这一个球没有接到，左眼手正打红，后退没有接到，脚蹬的邓志伟上到了二垒。归功于他的选球，对，抓这个比较高往下掉的一个变化球，掌握得很好。哇，一路后退到了全垒打墙前面，这个球形成了一支二垒安打。下一棒是高国庆，这个球打得不错。最后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这个球打得够深远。对，球最后下坠得非常快啊，郑达宏已经一路退了。